命就是钱。我知道你们对我们公司生产的格列宁的药价有非常大的意义。我们公司对你们的诉求也表示非常的理解。兵都没了，我们害怕报警。これは中国で実際に起きた事件。老板，国内正版要30000起一瓶，印度盗版2000块钱，药效完全一样的。药效完全一样的，价格差20倍啊。 金に困った男が依頼されたのはジェネリックの密輸だった。在中国有很多病人，他们根本就吃不起正版药。So he wants to be a savior. 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，我要赚钱。关键是渠道打通了，以后会源源不断运过来的。我们俩先把这些卖掉。谁卖？咱们俩。平遥都卖不出去啊！我他妈发现你就是个骗子。我想起一个人。 病友群的群主就是病友们做的QQ群，他是六院的群主，上海所有群主他都认识的。要我来卖，你就负责翻译啊。违法的事情是不能做的。阿门，老马，去哪里啊？不想干了？不客气。现在假药又冒出来了，你怎么办呢？警察到处查这个药呢，这你还报警？ 想将卖最多半年，肯定被抓。必须要见到这个人。我们在查一起印度假药啊，跟上半年有关系吗？我们动了好几次手术，已经没有钱了。他更完了。卖药这么多年，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，穷病。企业の利益と人の命、何が本物で、何が偽物なのか。 薬の神じゃない。